今天我们切了一块工盘料啊，今天呢又带大家去实战切料子啊。这个料子呢是在直播间合的啊，是钟哥和张哥他两个合的嘛。多少钱合的？一个26000。两万六。对，价格还是很高的，价格高的原因还是有的啊，因为它带色，色还很多啊。看一下。就这一块。哇，好大哟。对，木纳的还原沙皮啊。打灯看看。这是有雾层，看到没有？嗯，防雾层。这里有一块蒙带啊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然后这个蒙带呢，它这块是一个断口啊，这个蒙带呢已经进入肉质里面了，看到没有这个色？是的。非常的阳啊，很阳。这块料子呢，就玩这个色带，它往里面进的深不深，多不多嘛，是吧？是的。所以说是切一切，这个价格贵就贵在呢，有色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啊，价格的肯定都是要贵一点的。这有20多公斤吗？有25公斤。25公斤。这个无论从皮壳都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说带大家看看奇迹啊，就是能不能出更好的品质出来，对吧？赶紧的，很期待。走吧，我们去切吧。两个哥大涨吧。对，祝两个大哥大涨啊。来，我们已经到加工厂了啊，石头也放上去了，给张哥还有钟哥，给他两个切料子啊，希望能够切大涨，两个合的啊，不知道能切出什么样的品质来。来，已经切出来了，我们看一下。哇，我看到色了。哇。没有，再聊。哇，这个是大涨了啊，大大涨，非常恭喜啊！看到没有这个色？看有没有手座位啊？这里有手座位，这里。对，这里应该有手座位啊，但是洗出来看看吧。恭喜啊，恭喜大哥，恭喜大哥！今天我们切了一块工盘料啊，像比如这种料子是还是比较少见的啊，少见的，可以说是大涨啊。你看这个色，哇，尤其这边这个色啊，可以到界面级别了。这里它可以抠出一点界面来玩一玩，这边也是。这个地方有手镯。还有手镯，有手镯，这里这一片有手镯。嗯，哇，这个果冻感、胶感很好啊，这块料子。哇，大涨啊！春彩手镯。对，春彩，这边春很浓，这边也是，看到没有？是的，哇，漂亮。哇，我觉得我的心情比他们还激动啊，真的是。关键是还可以下好多片呢，还这么厚。对，这个还可以下好多片啊，无论是这边还是这边都可以，还可以下好多片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太激动了，真的是大涨啊，大涨，好久没有这样的心情了。是的。主要是真的是切出来工盘料啊，像比如这样子的市场上都算是比较难切的啊，色那么多，种又好，是吧？